如果你在2005年時看過我哋呢個惡魔的故事嘅時候咧，咁你今次更加要睇下，因為變咗好多，世界變咗好多，香港變咗好多，我哋嘅故事都變咗好多。如果你係經常睇香港小交響樂團嘅古典音樂會，但係未睇過呢一啲製作咧，你真係要睇一次。因為好難得，我哋有咁嘅機會可以做呢啲咁樣嘅合作，係好代表住香港嘅合作，係非常之精彩嘅。再歌再舞，快啲買飛啦！